里灯坏掉了，我的灯坏掉了。嗯。哦，那要修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不要走吧？我走了。为什么？我不要去幼稚园。为什么不想去幼稚园？因为我会帮妈妈上班。你要帮妈妈上班，可是妈妈跟你很近啊，妈妈在两个旁边转弯的，就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妈妈选个跟妈妈公司很近的幼稚园，这样子妈妈她妈妈四点多就回来接你了，好不好？四点半。四点半。做四件事情。今天要去大圣公园。不要啊，那礼拜五，今天礼拜四，所以你今天就跟老师玩。什么？礼拜五吗？礼拜五才要去大圣公园，可是明天放假啊，所以你也不用去啊。不用吗？对啊。好，那么走吧哈。